哎，爸爸，今天是2月15号，我们的灵修主题叫做重新开始。诗篇第30篇第5节：一树虽然有孤气，早晨便必欢呼。有时候呢，日子好难过，心里会不舒服，或者总觉得自己在惹麻烦，但是天父每天早上都会给我们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无论昨天有多么的差劲，今天都是崭新的，没错。等一等哦，我们先把妹妹抓回来。好。然后呢？耶，妹妹今天有点躁动哈。好，都是崭新的了，所以呢，充满了笑欢笑的机会，充满了为别人服务的机会。也充满了结交朋友的机会，记得好好的运用这一天。好，所以我们祷告说道：感谢你天天给我新的一日，感谢你将我的烦恼都一一的消除。Thank you for giving me each new day. Thank you for taking my trouble away. 好，旁边发生什么事情？旁边那个被子里面会有发出很可怕的声音，我们不要理他。好，所以爸爸，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边好。那爸爸现在要帮妹妹点药了，来，这个不要抓，这给我，很好。来，我们来看妹妹，妹妹，我们乖乖，我们点药了，跟大家说拜拜，拜拜。